腐的新吃法了，豆腐布朗尼，是不是长得很像生巧，低卡又好吃哦。减肥的小伙伴吃下去都没有负罪感呢。主要的材料就是350克那只豆腐，水开烫上4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去除豆腥味。都打碎后倒进模具，静置半个小时，等消泡了再放入烤箱，或者过筛也可以，180度烤30分钟，烤好了在冰箱里冷藏3个小时，就会更好脱模。这么诱人的蛋糕切面，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把它和豆腐联想到一起了。学会了这个，就算你们家只剩一块豆腐了，也可以叫上闺蜜给她安排一顿美味的下午茶了。